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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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能遭遇。百千万劫能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各位请坐。好啦，咁啊，先等下。咁啊，上個星期咧，我哋就開始正正式式咧，就講呢個啊《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嘅內容啦。咁啊，亦都咧再啊覆翻少少前邊嘅問題啦嚇，前面嘅內容啊。啊，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奇遮掘山啊，即係話佛陀講呢部經嗰陣喺邊度噶？佢就喺王舍城呢個靈鹫山啊，又叫奇遮掘山啊，咁咧裏邊咧同啲咩人喺度説法啦、啊？咁啊，與大比丘僧啊，大比丘僧上次解釋過啦，佢已經係一啲嘅出家人，已經係發咗大菩提心。學佛分三班，有一班叫凡夫，嗱、啊、凡夫我哋追逐嘅就係名利、財色、名食、睡、種種福樂啊。第二類咧。就唔追呢啲世間剎那出現、剎那毀滅嘅呢啲幻象嘅嘢，佢要解脱覺悟，佢要見性，見翻我哋人人啊本不生本不滅呢種知覺嘅本性。佛話對住呢啲咁嘅眾生咧，就教佢哋點樣去捨離自己呢個身體、地水火風呢個身體，種種嘅慾念、種種嘅想運貪欲，靜止曬一切嘅思想煩惱。剩下落嚟嘅純淨覺性咧，就解脱啦。咁嗰啲叫做阿羅漢。咁一個比丘出家個目的為咗咩啊？就係、是、要見性，即係唔再追世間嘅慾樂福報，反而點啊？要見翻我哋本不生本不滅嘅知覺。呢、這個知覺就如來就話啦，一切眾生咧具足嘅，唔使學嘅，本來具足嘅。咁你點先至見到一個最 pure 最純淨嘅呢種知覺呢？咁第二類咧就叫做二乘啊小乘啊聲聞羅啊聲聞就羅漢啦，緣覺就辟支佛啦咁啊。咁第三種咧就叫菩提心，叫菩薩，就覺悟咗嘅人去覺悟未覺悟嘅人。咁呢啲就稱為菩提薩多 （Bodhisattva）， 譯過嚟咧就叫做菩薩。咁呢個大比丘僧三萬二千人區，即係話與及啊同邊啲人啊？所有發了菩提心，即是屬於第三班級數的學生，就不是普通的出家人，又不是普通的比丘，已經發了菩薩心行願要度眾生的這三萬二千個人共同在一起，區即區會一處這解啫。那還有菩薩摩诃薩，不是只是菩薩，還有無量大的心，大到點啊？包含宇宙的過去、現在、將來，虛空一切世間，咁啊叫做摩訶摩訶。摩訶嘅意思咧，無盡的大，好似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嗰啲咪菩薩摩訶薩啦。佢哋嘅心大到無量嘅。咁呢啲菩薩有幾多人啊？七萬二千人。咁當然咧，我所解嘅咧就係菩薩咧就唔喺人世間嘅，喺天界居住。他們的對象教法是天人為主的，那就人世間就偶爾化道，因為菩薩來這個世間一是救度眾生，教你歸依三寶，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乘人教他怎麼解脫，大乘就教他怎麼做菩薩。那這些七萬二千人呢為主要聽眾，那我們看到他們首先出場的大比丘僧三萬二千人，都幾多人啊，係嘛？成個紅館都坐滿咁滯㗎啦啊！好啦，菩薩摩訶薩七萬二千人喺一天界度擁護啊，圍繞住呢一個啊靈鹫山。佢話眾所知悉嘅得陀羅尼，咁啊跟住呢一紮下邊嘅文字咧，
全部是讚歎這些菩薩以及大比丘僧他們的覺悟境界、他們的知識、哇不得了，得這個陀羅尼，得這個念定總持，即是說總一切法前無量義，成就辯才，哇個個都精通、佛法呢，辯才無礙，這解拗說無盡，一講佛法呢，哇真是不得了，不願停的，安住三昧而不動、不動轉、安住三摩地，即是靜定，在靜定當中呢，知覺呢，常覺不迷而不動轉，但是善能了之無盡之慧、這班人、都已經、他的精神通達力，我們叫神通力、能夠盡能了之虛空裏面無盡的智慧，知道曬呢個世界點嚟嘅，呢啲眾生點嚟嘅，呢啲眾生點解會輪轉六道？呢啲眾生點解會修行？呢啲眾生修行點解會遇到呢啲障礙？過往生做過啲咩嘢？用咩方法可以清除呢啲障礙？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捨邪歸正？諸如此類，盡知盡能了知，我無盡嘅智慧啊，得心法忍入甚深啊，入心法門，即係話佢哋嘅覺悟的法忍，不是我們一般的二乘那種、清清靜靜就算，他不是，他在一切動盪的世間、色相的世間能夠廣行菩薩道，而同時期安住法忍，何以故？因為知一切如夢如幻故，所有的東西是出現的，但一出就沒有，無論多好，起承轉合所有的天堂、地獄、人世間、速度、福、禍、等等，完全是轉瞬即逝，他在當中好像演員演戲一樣，演不同的角色，遊化十方，但是他的精神心量會不會干擾到他的？不會的，即是個演員一收工，他就那個戲他就不會理的，如果他收了工還想著那個戲，他就會傻傻地，是吧？演員呢，就是有時呢演戲演得多會病，就是精神病，就是太入戲呢，他收工回來都還是那個角色的話，他就會有抑鬱或者有些不舒服的東西，就是由個角色的感覺帶到去，因為他不懂得放低。如果你一天趕九組的話，那就九個角色，那你說 你入哪個呢，是吧？所以呢，舉一個例，菩薩在這個世間度眾生呢，甚深法忍，雖然現一切的相都好，他的精神是不染的，這個叫入甚深法忍，入心法門啊，這個法門呢非常之深，一般人只是看表面，就被個景象去轉了，在個煩惱裡面去論說他的、得失、成敗、諸如此類，但是這些菩薩已經早已不染了。於諸無量阿僧祇劫、這個無量阿僧祇即是不可計不可說、即是說在已經曾經在無量無邊不可計的劫限當中、能夠隨順無數世界的眾生修行，所修善法皆悉成就，他們所做的種種的所謂十波羅蜜裡面，我們講六波羅蜜是不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如果能夠再行後面四波羅蜜就方便願力智、都能夠呢自利利他的修行都能夠圓滿成就、就是皆悉的意思是全部都成就過、現在只是復返一點點、摧伏眾魔降諸敵怨、降諸怨敵、魔王種種的擾亂呢，對他來說呢全部是在個劇情當中豐富的橋段的、能夠降服諸魔、能夠降服怨敵，所有好密跟他有仇恨、生怨恨、跟他仇敵、想對抗、怎知搞得兩搞呢，全部都被他化導了，攝取罪尊嚴淨佛土、這些菩薩呢將來就會淨一一的佛土，自己會攝取一一佛國，他經過他道的眾生呢就會同生他的國土的，有大慈悲諸上嚴身、即是他這個呢具足慈，慈即是將自己最好的東西全部分享了、慈者娛樂布施給一切眾生，
悲者就拔苦啊，悯念虚空一切众生嘅愚痴堕三恶道啊、执迷啊，或者系小念啊，呢啲都系苦噶。教佢哋点样去发大心、大菩提心啊。咁一种慈悲之上嘅行为咧，令到佢哋嘅相貌啊，非常之庄严啊，庄严其身咁解。于大精进啊，得到彼岸啊，非常勇猛。所以精进勇猛嘅意思咩？有冇畏惧啊？冇畏惧嘅，有冇穷尽嘅？冇穷尽嘅，怕唔怕烦嘅？唔怕嘅。嗱，呢种咧叫大精进咧，即系话好似观世音菩萨，你亿万众生叫佢名，佢会唔会怕烦啊？冇喎，佢会唔会唔够咧？唔会，佢会唔会够慢啲咧？唔得咁嘅喎。嗱，呢种大精进咧，得到彼岸嘅意思咧，波野波罗蜜成就啦，咁解，即系 paramita， 我哋译过嚟叫到彼岸啊。到彼岸嘅意思系于大精进，即系话于一一波罗蜜门啊，得大精进，善知一切言辞方便啊，哇，非常之熟习一切众生嘅语言啦、啊，一切嘅意思啊，啊，若你唔明嘅话咧，佢用你明嘅方法去讲到你明啊，咁嗱，言辞方便咧就迁就无量众生嘅基础，喺无量众生嘅基础，将宇宙嘅真理咧。透過佢嘅説話咧，係講俾所有人聽，一聽你就明，一明你就做。啊，雖然好深，但係你都明喎、哦。善知一切言辭方便啦，所行威儀啊，所行威儀嘅意思咧，佢日常生活嘅行住坐卧呢種外表嘅四威儀啊，具足清淨，從來都唔染嘅，隨順呢個身體該係乜嘢身份。哦，这个做皇帝的做皇帝，做老板的做老板，做伙计的做伙计，做乞衣的做乞衣，虽然他做着这些这样行为，但是他心染不染？不染的，具足清净，适宜得住三解脱门，这个就是二乘的究竟，觉悟了的究竟，叫空无相无缘，何以故？知一切法如幻，本性空故，虚空本然故，佢嘅知觉已经等虚空咁解。无相，所有相皆是幻化故。一切嘅星体、银河系、太阳系，乃至我哋嘅身体一切世间都系不断咁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系会不停演变，无有常态嘅。所以知道冇一个相是真，叫做无相。菩萨有无量的悲愿广度众生，但是这些愿都是由幻化的菩萨相看到幻化的世间现象，是吧？然后发起个幻化的大愿，虽然幻化的愿是无穷，是吧？是不是幻化的呢？是，他永远知这些愿都是幻化的。是不是因为有幻化的愿，有幻化的力，会成就幻化的果？这些拿来做什么？拿来度生，是回向用的，对吧？回向用的幻化工具，犹如幻师度诸幻众。那这些大菩萨，七万二千菩萨，三万二千的大比丘僧，原来他们都明白这些道理，这解。那这个出场序，他介绍这班人呢，就告诉我们这班人简不简单？不简单啊。你根據學嘢差唔多係嘛？而家佛要教呢班人喎，你話呢啲咩法咧？你話好啦，嗱上次咧就講到呢度啊。上次我哋講到就係話呢一班人一出場就介紹咗呢班三萬二千個比丘、七萬二千個大菩薩、摩诃薩，佢哋具足大智慧。喺一切世間呢啲菩薩嚟，一切世間當然包括地藏菩薩啦、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呢啲菩薩喺曬裏邊噶啦，包曬。咁亦都有無數天界喺度修行緊，喺度教化眾生嘅菩薩，亦都有無數嘅天人發咗呢啲菩提心嘅，有冇啊？都喺裏邊噶啦啊！佢哋都參與呢個聚會。好啦，咁啊，繼續落聽埋經文裏邊所讚頌佢哋嘅。的能力先啦，以无碍智通达三世，无碍啫，冇嘢阻碍。佢以虚空的智通达三世，即系过去世发生的事、现在世发生的事、未来世会发生的事，佢哋全部通达了解咁解。喺《金刚经》第十八分段里面讲，我成日都引呢一段，就成日都讲呢个就系如来的妙智。何以故？他说
佛對住衰菩提講：衰菩提，恆河啲沙係咪沙？係，恆河啲沙梗係沙。如果喺恆河每一粒沙，你話有幾多數目咧？哇，好多數目。如果每一粒沙係一個恆河，係一條恆河，你話有幾多條恆河啦？哇，有無數咁多恆河，裏邊無數咁多恆河，裏邊嘅沙粒加埋起嚟嘅數目，你話多唔多？多。佛跟住講一句説話，佢話：虛空有如是沙等恆河嘅諸佛世界，你話呢啲佛世界多唔多？係咪無量無邊啊？每裏邊每一個佛世界裏邊每一個眾生個心諗緊乜？如來悉知，係咪呢個就係以無礙智通達三世？完全知嘅，又係虛空。過去出現的眾生，現在出現的眾生，將來出現的眾生，跟住佢講喎，何以故？點解如來知啊？佛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嗱，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睇過《金剛經》嘅朋友應該有呢啲嘅印象。佛就話呢啲係妄執嘅神識嚟嘅，啱唔啱？跟住又變咗咯。呢個人啊，哇，好窮嘅，所以佢有苦嘅感覺。呢個人好富嘅，所以佢有闊福樂嘅感覺咯。呢個人咧好解脱嘅，所以佢有神仙嘅感覺咯。啊，呢個人啊點點點，呢個人點點點，咁啊外道啊好驕傲咯，咁諸如此類。佢有唔同人係一個色田執著產生嘅呢一個心念，其實唔係佢哋嘅真心，呢個係妄心。呢個妄心係遇境而變嘅，但係真心係點啊？常覺不迷。是證明了這個修行人的心地已經不除妄心，已經在寂靜的宇宙虛空度遍照三世的一切虛幻，幻起幻滅，幻起幻滅的現象他都通透知道所有的前因後果了。這樣這種就是叫以無礙之智，無礙的智慧通達三世的現象，這班人行不行呢？行了，不少人的那裡，三萬二加七萬二都十幾萬人，是吧？你數目就是這樣計。發決定心，哇，這個厲害。發決定心即是什麼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樣是吧？以發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決定大成，這樣他還會不會選其他路？會不會做人天成？會不會再做二成？會不會再做外道？冇啦，我得一條路行嘅啫。咁會唔會寫啊？唔會寫嘅，我決定大成，決定發決定心，不寫咩啊？一切一切咩啊？一切有情，一切眾生。何以故？因為一切有情，因為一切眾生都具足呢種知覺。你嘅知覺係咪一路跟住你長大成長？佛話唔止，跟住你嘅累劫生死，繼續你跟住你將來嘅輪轉，跟住你具跟住你嘅。修行跟住你成佛，你都冇离开过呢个知觉嘅。呢个知觉系冇生过，系唔会死嘅。好啦，但系你点样先可以觉悟啊？你要令一切众生觉悟，所以叫不舍一切，不舍一切众生。好啦，忆念意趣啊，堪忍智慧咁。咁咩叫忆念意趣咧？忆即系思忆，念即系个心念，意趣。義是說正公義的義，即是平等的意思。趣就是六趣，有沒有聽過六趣啊？六趣即是六道，六道眾生的意思。天人、修羅、人、畜生、惡鬼、地獄，是不是叫六趣啊？好了，六趣的意思就是憶念平等一切眾生的意思。義趣呢，即是說這個是易經師所以他用可能在梵文有這個這樣的專有名詞，他譯過來就譯了做意趣，意思就是平等互念一切眾生，可不可以這樣解？這樣解你就會更加明白一點，如果你直譯意你可以這樣譯的，就是說心，他說這個叫做發決定心，我一定是這樣的，不捨一切，平等互念一切眾生，是不是 很通順？意義都很通順。好了，堪忍智慧，咁呢個點解用堪忍？因為你護念眾生，你咪要隨順佢哋啊，隨順佢哋，咁佢哋係咁蠢噶咯喎，咁你要唔要接受啊？
咁但係咁要明知係錯嗰啲錯好多萬次噶喎，咁你要唔要接受？人係嘛？咪信呢個咪信日隨信眾生如痴苦難忍啊嘛，啱唔啱啊？係咁難調難服噶啦，能夠堪忍，堪忍嘅智慧，堪忍嘅意思啫嘛，識隨信，遇到一切煩惱而不動心嘅，係咪靜直而不動？正而無厭嗰種咁感覺啊，咁就叫做忍啦。就充滿呢、這個智慧就解波嘢啦，係大波嘢智慧。波嘢嘅意思係世間嘅智就係我識諗嘢，個五運識諗咗個方法，咪世間智咯。出世智就係我識諗嘢，就放低我啲煩惱，脱離呢個生死，顯現清淨呢種咪出世智咯。咁世出世間智就係我雖然永遠隨順住一切眾生。過去、現在、將來在宇宙去救眾生，但是我要知道這些現象真的假的，假的，知一切假的，就是金剛波野智咯。所以有世間智，有出世智，有金剛波野智，是不是這樣？大乘菩薩一定是安住波野波羅蜜的嘛，心經啊、金剛經就是說菩薩心不應住色生心嘛，不應住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是吧？就是這個意思了。即是你的心是怎樣？沒有住的，猶如虛空。虛空有沒有住的？你億萬個太陽成長毀滅，成長毀滅，你會不會搬動到虛空？沒有的，那虛空是不是包住你？所以諸佛乃至一切菩薩，如果他的心猶如虛空的話，他不著自己這個相，不著過去的相，不著現在的相，不著將來的相，但是就隨順過去的相、現在的相、將來的相，去普度虛空的一切眾生，這種呢就成為堪忍智慧。那這班菩薩做不做到啊？即是出場這班人都做到，很厲害。其諸菩薩得皆如是，他說其就是出席這個聚會的這一些所有菩薩，他們的德行全部都是好像剛才這種形容詞形容的這班菩薩那樣，是不是大菩薩？超級大菩薩出席的。好了，跟著就為在會的眾生去介紹一下、或者我們將來世看回這本經，參加回這個聚會的弟子們去介紹出席這個法會這個課程的這些菩薩的名字，其名曰轉不退法輪菩薩。他當時就有很多菩薩一起出現，當中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一些表表姐、所有的菩薩呢，如果老實說，假若你看這本經真的有些難度的話，當然可以念佛，是吧？你可不可以念這些佛菩薩的名字？因為這本經呢，他出現過，佛就附足他們的了。將來之世有任何人看不明白的，念你的名字你要不要幫啊？當然要了，你有沒有能力幫啊？有十歲啊，是不是？對這些菩薩來說，其實你不要懷疑他幫不幫到，只懷疑你有沒有心去求他，對不對？你說我試一下，那你的心不夠啦，是不是？你都不是很想學，你不是很想學他，這些大法不是隨便教的，一定是要盡心、至心，好像我們說、這個七佛 的名號、是不是要至心清念，隨便的散亂心、輕妙心去念，當然有罪的、有罪過，所以這個也是留意一下這些名字。我就典故我就沒有查到了，但你記得他的名字就可以了。轉不退法輪菩薩，第一個叫轉不退法輪菩薩，這個菩薩的名字是常轉法輪的，法心即轉法輪菩薩。這個更厲害，一發心，他說我一學他就立即懂說法了，那真是厲害，是不是？法心即轉法輪，你不是開玩笑的，這些都是即菩薩再來的法心才行，是不是？過往生已經聽過了，他現在聽就立即發心，一發心就立即跟人說，是不是這樣？叫法心即轉法輪菩薩，全部跟法有關的，菩薩是不是要說法的？你不說法，你怎樣教眾生？所以我們以佛為師、以法為師、以增寶為師，增呢
佛是第一二僧，菩薩是第二聖僧，對不對？菩薩、聲聞、圓覺、這些都是聖僧，已經登聖位的。那第三就是什麼僧？就是福田僧。福田僧就是我雖然不懂，我雖然未證果，但我在做，但我還以增寶的，即是佛的形象呢，去攝受眾生，去教眾生依止佛法。你供養這些增寶呢，你有福的，那些增寶叫做福田增寶，好吧？那這些全部都是增寶，是吧？菩薩聖僧。好了，無礙轉法輪菩薩，又跟個法有關的，是吧？這些就有沒有東西可以擋到這個菩薩說法的，去 challenge 他，去攔他，去總言之去圍攔他，你可不可以圍攔到他？沒有啊，直情沒有東西可以阻得到這個菩薩的。你問什麼古靈精怪的問題，他都答到你心服口服的，無礙轉，沒有辦法去阻礙他轉法輪的這個菩薩。離垢淨菩薩，這個離垢淨即是離開一切垢和淨的分別妄想心，是不是？你留意一下，就是離垢就離垢，為什麼你又離淨呢？是不是？那淨我不要離的，我要黐住個淨，那你的心有分別，是不是著相？那虛空有沒有淨垢這兩樣東西？沒有的，你染著塵路就有淨垢了，對不對？它無淨垢的意思是什麼？無染著、無分別、無爭論，那意思同不同意？我們解這些名字，就看到這個菩薩呢，知道他因何名而得成就，他透過什麼東西因何法而得成就呢？他就跟回個名字，我們就推論到他的修行，是吧？離淨垢，離垢淨的意思就是心無垢淨之分別之見，是不是？好了，隨諸蓋菩薩，蓋者包住你、罩住你的，就通常是障礙來的，是吧？我們的身口意業是不是纏著我們？那就叫蓋障，這些叫蓋障，蓋住我們，蓋住我們，那我們的知覺就被蓋住，那我們現在這個知覺被什麼蓋住？是不是被我們的身體蓋住？是不是被我們的六根蓋住？是不是被我們的妄想蓋住？是不是被我們六根見到的色聲香味觸法蓋住？是不是被我們的貪欲令到我們的知覺去追，對不對？跟著有憂慮，跟著有愛，跟著有恐、有驚、有仇、有恨，所有東西都是被個罪障蓋住，所以叫破無明殼，將這個罪障打開了，它我們的知覺就圓明通達，叫圓通嘛。所以它這裡說隨諸蓋的意思是什麼？這個菩薩已經不被自己的身體妄想乃至一切塵勞呢去遮蓋，是不是圓明通達？為什麼？除了能夠自己圓明通達，還可以教眾生怎樣圓明通達，何以故？因為我以前都好像你說的，都是被很多障蓋住的嘛，不過懂得學佛，跟著佛就教我怎樣去除了它嘛，所以它是以此修行成就，所以它的名字也都叫做除諸蓋。諸的意思是什麼？一切罪障，咁解嚇，種種嘅罪業障障礙啊，我得以清除。呢、這個菩薩嘅名字叫隨諸蓋菩薩，是淨威儀見皆愛喜菩薩啊。呢、這個名字長啲嘅嚇，咁、我唔知佢梵文應該都唔短嘅呢、這個名字。是現威儀，即係話佢外表咧係咪好莊嚴啊？人見咧，人人都尊敬。一見到佢，哇哇哇，好莊嚴啊！見皆喜愛喎，哇，真係真真係見親嘅人咧都中意嘅菩薩。咁呢個人咧係咪點解會是呢個是淨威儀咧？點先得做得到咧？點解會做到人皆喜愛咧？愛喜咧？啊，大家諗下嗱，點樣可以我哋喺人世間點可以收到啊？是淨威儀，是現淨咪代表咩啊？清淨，威儀代表我哋嘅外表，啱唔啱？點樣可以收到一個莊嚴嘅外表？先問下你哋，供佛啦，有禮佛啦，有供養啦，係咪咁啊？跟住咧，莊嚴外表
係咪種種福德而生嘅？係嘛？咁係咪外表係咪俾人睇嘅？咁啊同人有關嘅喎。啊，我哋留意一下啦，隨喜啦，隨喜眾生會唔會令到自己嘅莊嚴好好啊？有好啊。點樣令到見即係皆見皆愛喜咧？善行善事，行善行行善法節咯喎，係嘛？回向咯喎，啱唔啱啊？隨喜咯喎，啱唔啱？愛語喎，啱唔啱啊？係嘛？唔好惡口喎，唔好妄語，唔好欺騙人喎。我哋做咩嘢都好啦，要真誠，要利樂眾生，處處方便，要善巧，要包容，要寬恕，係咪啊？嗱，咁嘅人係咪會令到你將來個身上，你講一句嘢，見到呢個樣都會生歡喜心啊？就係咁解啦。咁呢個示現啊，示正威儀呢個人咧，行菩薩道嗰陣咧，係咪成日供佛啦？啊，我睇到喎，見皆愛喜，係咪亦都利眾啊？方便行信，所以得到一個好莊嚴嘅外表啊？係咪咁解？我哋睇到嘅。啊！妙相嚴正王衣菩薩啊，咁、這個菩薩嘅名啊，就好莊好尊勝微妙嘅嚇，佢個相貌好莊嚴，而且好潔淨啊，即係話王嘅意思話頂級咁解啊。哦，咁啊不狂惑不狂一切眾菩薩啊，一不狂一切眾生菩薩，咁不狂即係狂惑啦。即是異端邪說迷惑眾生的就叫做狂，不狂的意思不會迷惑的，亦不會說假話的，對親眾生都說最真實的言語，同埋苦口婆心勸諫眾生的，他做什麼呢？為一切眾生做的，那叫做不狂一切眾生菩薩。那看到這個菩薩是不是處處為眾生著想呢？他有份出席，這解釋無量功德海爾菩薩啊！無量功德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了，即是他的功德無量無邊。他收了多少世？通常怎樣形容菩薩的生死？叫做塵沙，塵沙喎。那就這個世界有多少塵？有多少沙？那就這個菩薩生死有多少生？即是無量啦，是不是？因為無量的生死都行菩薩道，他一回向的是不是無量功德？他猶如個大海一樣啊！這個菩薩啊，無量功德可以菩薩，諸根常定不亂菩薩。咁諸根係解咩？邊諸根啊？六根。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成日都清淨嘅，常定唔係等於佢睇唔到嘢喎。啊，我哋個心啊，其實我哋個心係代表咩咧？我哋嘅注意力。有的時候呢，心不在焉㗎嘛，係嘛？視而不見，有冇聽過？你係見到有啲嘢，但係你嘅心冇入心嘅。譬如舉個例，你見唔見到呢把間尺嘅咁？你見到我擺佢喺度，咁你唔理佢，你係見到佢嘅喎。你但係呢個間尺冇喺你嘅心出現，我咁拎住，咁你就會覺咁解㗎啦，係咪？咁你話世間有幾多嘢我見過，但係我唔入心？是不是太多呢？是不是我現在外面那個巴士站有個人等等，我都知道的，但我沒有入過我心的，諸如此類。所以這個就是常定的意思，我們的根呢成日會隨色所走，眼就是對色，色像世間的，被種種的景物牽纏，耳就是對聲，是吧？鼻就是聞香，舌就搭味道，身體有觸覺，是吧？意念有很多好多方法啊，好多橋，好多計仔，諸如此類。我哋就會俾呢啲咁嘅嘢咧，去帶動咗我哋，就係咪會波動啊？見到好，哎呀，好開心；見到嬲，豈有此理？係咪咁有咁有個 fluctuation， 有個跳動啊？但係佢話呢啲菩薩咧，視一切如幻化，如因果嘅幻現幻滅。有因果佢冇出現個果，有因係咪出現個果？跟住呢個果又變咗個因，又出現另外一個果咯。呢個果又變咗，個因又變咗另外一個果，不停咁變，好似個萬花筒喺度變緊喎。呢個心都唔染啦，咁就常諸根常定，唔會雜亂啊。呢個菩薩係常在三昧啊，
三摩地中當中咯。實陰星菩薩，因為佢講親都係如法如實，佢唔講世間嗰啲虛言，唔講咁多顛倒，亦唔講外道，唔講二乘，佢一全部係講一實相咁解。一切天讚菩薩，所有諸天都讚呢個菩薩，咁梗係佢做咗好多利益諸天嘅嘢，或者教化諸天嘅嘢啦，而得名嘅嚇，呢個叫一切天讚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咁啊於一切陀羅尼真言當中啊，佢都通達。咁多陀羅尼又叫做總持，又叫做真言啊，又叫做咒啊。咁通常係咩咧？係如來教化眾生，有啲係菩薩嘅願力，有啲甚至係天龍八部發願去利樂眾生，求佛去圓滿。佢呢句説話，呢啲都入於陀羅尼。咁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個人咧，呢個菩薩行菩薩道嗰陣咧，佢於無量陀羅尼，所以旋陀羅尼啊，呢個百千萬億陀羅尼，於種種陀羅尼嘅應用啊，非常自在通達咁解。自在嘅相反就係束縛，我棘喺裏邊嘅，行唔喐嘅。啊！呢個陀螺嚟講咩？呢個陀螺點用嘅咧？啊！呢啲又遇到啲現象，用咩陀螺嚟先啱咧？佢都唔知嘅話，就叫於陀螺嚟不得自在。咁但係咧，呢個咧陀螺嚟自在王菩薩，就係話呢個菩薩於一切諸佛所說嘅真言完全通達，運用通達。好似我哋講話藥師琉璃光如來舉個真言，如果我哋知點解佢發呢個願，係咪泯滅眾生？咁啊，遇到咩人去念？因為你要有因緣，啱唔啱啊？或者有種種病苦啊，或者係種種嘅未圓滿啊，或者修行嘅行魔道啊，諸如此類，你係咪教佢念呢個陀羅尼啊？咁你於此陀羅尼係咪得自在？如果有個人於大悲咒啊，有個人啊於呢個六字大明咒等等啊，能夠通達，能夠識得應用喺任何一個環境為眾生説法，令眾生受持嘅。咁名為陀羅尼自在啊，自在王添啊，更加啦呢、這個菩薩咧善於咧去以陀羅尼療效眾生啊，辯才莊嚴菩薩，咁啊大家都好清楚啦，係嘛？佢説法叻唔叻啊？叻到不得了啊！能夠咧誒、引用無數嘅真理啊，諸佛所說啊，而且點啊，好莊嚴，令人聽到點啊，肅然起敬。非常莊重，莊重的相反是什麼？即是不莊重，輕渺，對不對？我們聽，我們見到人會不會輕渺的一些東西的？看他不起就輕渺你咯，對不對？你很重視他，你會不會輕渺他？當然不敢啦，對不對？所以，怎樣可以能夠令到人家聞法生起莊嚴之心呢？啊，這個呢，很厲害，以說法辯才無礙，令到聽經的人、聽法的人呢，對諸佛啊肅然起敬啊，產生啊好莊嚴的心啊，這個菩薩最善於的，咁叫辯才莊嚴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啊，這個文殊師利就大家都知道了啊，佢係如來座下的左協士啊，求寶佛位的嚇啊，這個就騎師的菩薩。微辣菩薩叫安逸多，咁啊而家喺兜率天咧説緊法嘅，啊咁咧佢啊以呢個啊教化兜率天嘅天人咧啊嚟到行大乘菩薩行為主嘅，衰微頂王菩薩啊，衰微即係衰微山啊，即係大山王菩薩咁上下啦嚇，衰微頂即係喺衰微山嘅山頂王，即係話形容呢個人嗰個身份啊、力量啊。很高遠咁解嚇，好啦，海德寶嚴正義菩薩，哇！佢啲德行啊，猶如大海，佢嘅身體嗰啲所散發出嚟嘅寶貝啊，非常莊嚴，但係佢清同時期意念咧非常清淨嘅，啊！呢個菩薩叫海德寶嚴正義菩薩，大嚴正菩薩咁啊，非常莊嚴嘅菩薩，又清淨嘅。大相菩薩咁啊，佢個相貌咧啊，非常之好，令到人哋一睇就認得噶，所以因而得名啊。光相菩薩咁呢個菩薩咧，
得種種的光明，所以去到哪裡都能夠現出種種的光，所以 以光得名叫做光上菩薩。光得菩薩，光裡面散發種種的功德叫光得菩薩。正意菩薩，即是意念非常清淨的菩薩。喜王菩薩，他即是說能夠令眾生大歡喜的，去到哪裡他最擅長，稱為喜王菩薩。堅勢菩薩，他的勢力呢力量很大，好像得大勢菩薩一樣，以勢力得名的叫堅勢菩薩。堅意菩薩，咁呢個堅意菩薩就講個意念咧，非常之堅定嘅。嗱，通常咧，我哋睇佛經咧，睇到有菩薩名又好，比丘名又好啦，佢一講名嗰啲咧，你留意一下第一個名同埋最後嗰個名，往往呢兩個名咧就係呢部經嗰個主要主角嚟嘅。啊，呢部經第一個名係咩啊？即是那個菩薩的名字，轉不退法輪，轉不退法輪菩薩。這個呢就是這部經第一個出現的。好了，最後那個叫什麼菩薩？堅義菩薩。堅義菩薩，你看看很多經都是這樣的，不是頭就尾的了。我自己細心，我看親佛經呢，我就好像入到去嗰個現場去睇，去親自聽見咧，如來去解答所有同學咧，菩薩又好，比丘又好，點樣去問？點解要問？我知道個方法，知道個答案咪得咯，啱唔啱啊？跟住你就代咗個答案，你日常生活可以用噶啦嘛，咁你咪依經所教而行咯。啊，睇經咧應該要咁樣睇，劇本嚟噶，根本係係一個聚會嘅記錄，係一個上課嘅記錄。好啦，呢本經嘅主角咧，大家 underline 嗰樣啦，呢個就係堅義菩薩係主角。所有呢本經咧，即係裏邊嘅重要嘢咧，由佢啟文嘅嚇。佢話：如是等菩薩摩诃薩，七萬二千人居。啊，頭先我哋所講嘅，形容佢哋嘅德行，形容佢哋嘅智慧。形容他們的功德是不是已經花了很大篇幅了？記住，不是讚佛，是讚有份參與這個佛說首靈驗三昧經這一班七萬二千菩薩他們的威德力，他們的功德力。所以他說與如是等菩薩摩诃薩七萬二千人及這些呢就是怎麼說呢，有份出席的人，又不敢說他旁聽，總之有份出席的人都是同學來的，都是要學的，不過他們不是主角、他們不是主角，但是都是教化的對象。及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就很大了，三千大千世界即是說超越我們這個地球以上的，所有，哇，這個所有這個字是不是很令人害怕？不只是我們這個世界的色凡，有無量八千萬億不同的世界，他們所有的色，即是帝色天，我們現在叫他色提緩因，在這個世界中國人叫玉皇大帝，即是四天王天對上的三十三天的帝色天，所有的帝色，即所有天界，那解所有化身的天界都有份参与这个罪。梵天是什么？就是六欲天以上，就是初禅天，就是初禅三天的其中一个，梵众天、大梵天、梵父天那些，梵天因为他们同这个帝色天同呢個四天王啊，所以護世天王，護世天王就是四天王啊，護世四天王就最近我哋嘅天最近我哋嘅天界啊，我哋對上嗰就四天王天，再上嗰個咧就係呢、這個夜魔天，再上嗰個係咩天啊？兜率天，再上嗰個咩天啊？兜率天。
兜率天，兜率天再上去化樂天，化樂天再上嗰個叫他化自在天，咁啊六欲天，咁啊再上嗰個咧就色界天啦，就初禅三天咧就大梵天啊，梵眾天、大梵天、梵眾天、梵父天咁樣啊。好啦，咁呢啲天界咧，其中梵天、帝釋天同埋四天王天咧，都係負責管轄呢個世界。啊、所以咧呢度咧係講述呢個聚會係無數諸天都有份參與，並諸天龍夜叉、乾達陀、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喉羅、騎人、飛人等，咁即係大家都熟呢扎名㗎啦，叫天龍八部、天眾啦、龍眾啦、夜叉啦、飛人好快嘅咧、乾達陀啦，乾達陀啲音樂神嚟嘅，阿修羅啦，戰神，迦樓羅啦，大梵緊次了啊，大梵緊次了嚇，啊大梵緊次，仲有緊那羅咧，獨角嘅，獨角嘅嗰啲就歌神嚟。摩喉羅騎咧就係、是、蟒蛇頭人身咁樣嘅，人非人等，咁即係話人與非人都有份參與。人非人就指泛指喺天以下、人以上嗰啲千面網兩啊、夜叉羅剎啊、啊嗰啲鬼王啊、好多異類眾生，有福報嘅人都喺嗰個聚會度出現。包唔包含埋呢類眾生呢？包含咁解啫。好啦，留意下呢、這個，去到呢度咧，仲係一個聚份啊，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出場嘴呢、這個時間。佢眾所知悉，多眾善根，拗大法者皆來集會。啊，咁呢個就出場嘴，呢個就聚份。咁即係話呢啲人，呢啲大菩薩。天界人識唔識啊？識，好啦。咁啊，呢班大比丘僧，咁出唔出名啊？當時喺印度都出名啦，係咪大弟子嚟噶嘛？啊，乃至天龍八部，原來佢哋互相都認識嘅，而且咧個個都好有名，互相對於佛法咧亦都了解，仲有。是不是已經種了很多善根？那即意思就是說你善根薄的，你會不會在這些聚會出現？出現不到、啊、記住呢，善根薄的眾生是不會聽到這些法，一定聽不到。所以這些法呢，其實就怎麼說呢，我們不會刻意去做很大的宣傳，因為他聽得到、嚟得到，咁當然嚟得到嘅，咁佢有個因緣啦，係咪？咁我哋可以分享。咁但係將來我哋就咁有咗拍咗啲視頻啊，擺咗喺 YouTube 啊、Youku 啊，或者我哋個網站，咁佢有因緣先會睇嘅喎，啱唔啱啊？咁或者佢有興趣先睇落去噶嘛，啱唔啱？咁你話係咪有善根先啦？冇善根嘅，佢聽落去佢迷悶嘅喎，會迷悶㗎。好啦，嗱咁啊，講完咗呢一個出場嘴之後咧，我哋就講嗰個正宗嘅內容啦。我哋叫正宗份啊，本經我哋分開三部分，一個咧我哋叫做聚份，前面係講述咗呢班出席呢個聚會嘅人，第一批係咩人啊？大比丘僧幾多人啊？32,000人啊！咁啊，跟住就講一大扎讚嘅情況。菩薩係幾多人啊？72,000人係咪具足大成嘅行願，而且大成嘅辯才、智慧、方便、行信，全部具足曬嘅呢班人，即係唔係普通人，唔係普通菩薩，係菩薩摩诃薩。OK，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呢套呢個劇本啊，呢個聚會啊，應該講呢個聚會嘅主角。叫做兼義菩薩，突然之間睇到咁多人坐咗喺度，佢就諗咯喎，啊問下如來啲咩法好咧，咁係嘛？我哋都會咁噶嘛，係嘛？請到個大法師嚟，或者請到個大德嚟到請開示啦，咁開示咩啫？你要俾個題目噶嘛，係咪先？佢就喺度諗啦，
在大會中作是念言，就是在這裡這樣想，想就自言自語，自己想就這樣說了。他說我於今者，我今日在這個聚會當中，當問如來以是所問。他說應該 我應該要問如來以下這些這樣的問題就了。他的腦裡面突然想起，今天見到如來，再看看現在這班菩薩，這班比丘，個個都發了大菩提心，個個欲行菩薩道，怎樣 問佛陀，教他們可以令到他們得到什麼東西呢？我想到了，我都是用以下這個方法，即是問以下的問題。問什麼問題啊？我特登用了不同的顏色勾畫出來，讓大家呢知道了他問題。還有這個有顏色的部分呢，不是他的問題來的，是他的想法來的。跟著他再問的問題呢是另外的，先看看他有什麼想法先。他說欲守護佛種、法種、僧種，可以怎樣可以令我們將來能夠，這班菩薩又好，這班比丘又好，怎樣去守護佛的種子、法的種子和僧的種子呢？你守護佛、法、僧，他已經成了在這裡，當然沒問題了。但是佛種，先問了你什麼是佛種？波瑙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是佛果。菩提心，菩提心是佛種，對，可以這樣說。是什麼人發菩提心？我們是不是可不可以用眾生？那眾生是不是佛種？你說，所以我們的網站有句 slogan， 有句口號，法與普施笑龍佛種，是不是所有眾生都是佛種來先呢？佛陀，佛陀是果，對不對？菩薩已經不是種那麼簡單，是一棵樹王嚟噶啦，就嚟成佛噶啦，就嚟有果噶啦，啱唔啱？咩叫佛種啊？佛種就係嗰粒種子未發芽，咪叫佛種啊？係啦，點樣去護佛種喎？諗下先啊，就值得我哋思考。點樣去護佛種？法嘅種子，咁法係咩嚟嘅咧？咁哇，好抽象喎！你講哇，法界好多喎。原來法是對眾生的，是不是不同眾生有不同的法？可不可以用一種法對所有眾生？不得的，眾生無量，是不是法明亦都無量？那法種是什麼？法種是恆順，但是恆順而已，要 合乎什麼？所以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想了將釋迦如來說法三藏十二部經四十九年，是歸納了三類。這三類呢，你守護它就守護法種。對凡夫是不是跟他講歸依三寶，講因果五戒十善，那是不是佛種啊？這些種來的，對凡夫來講是佛種啊，對不對？那好了，跟著沒多久對著一些拗義成教解脫那些怎樣跟他講出家，對不對？跟著入出家怎樣解脫，要自證其意，要觀破四大，要淨化六賊六根六塵六色，要擺脫五蕴，啱唔啱啊？所以四大十二處十八界，即係六根啦嚇，六塵六色以及五蕴全部淨化，冇咗個我相，一我相一冇就人相、眾生相、受者相都冇。但係有個我相，乜相都有，就係咁簡單。所以呢個咧離相，對一啲出家人或者做一啲投出世間嘅人。是不是法種啊？是咯，但你對他說就不行了，你是對他說才行。好了，第三個是什麼？大乘，對不對？發大乘心，即是說我不理你凡夫好，不理你異乘好，如果你學佛的目的為了這兩個目的呢，是少的，自私，因為自己一己，對不對？是不是著相啊？都是一個取世間法，一個取出世法，兩者都是取，叫二邊。學佛要怎樣？發菩提心，
我誓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要成就圆满一切种子，我要利落一切，我要令一切众生同入无余涅槃而灭道之。哇，你就是大菩萨。咁但系如是灭道无量无边无数众生，真系假嘅？假嘅，以波耶就佛种喎。哇，呢个不得了，以方便度众生做佛种喎。所以咧，严格嚟讲咧，如何去护佛种咧？啊，呢个法种咧？如何去護呢個法種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問題。我們對凡夫一定是護三寶和護五戒十善因果，對二乘一定跟他講解脫，對大菩薩一定講菩提心、波野智、離幻但是不捨眾生、永恆度眾生的，那這些名為法種。好了，他這裡就講怎樣可以令到我們能夠護佛種、護一切眾生，不要令他行邪路，不要令到他们颠倒。护法种，护真种，真种者就是宣扬佛法的使者或者大事，可不可以这么说？所有 真宝的变显现就是树立如来的法藏，转法轮，接引众生向着什么？向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叫真种，佛为第一二真，菩萨声闻缘觉，这些叫第二性真。世间虽然未证果，但是他能够出世间依止正法，持戒修行，隔引接众生皈依三宝，持戒奉行，这个世间福田真宝。我们怎样去护佛法真三个的种子？他不是宣扬种子意思吗？是不是不停地 培育啊？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是不停孕育无数众生变成佛种、法种、真种，可不可以这么说？是这样的含义。你不要看他一句说话，他含义很深的。欲守护，守护即是保护，这样保护他们。怎样去令到佛种不坏、法种不坏、真种不坏，怎样才做得到呢？第一个，令诸魔功隐蔽不言，怎样可以能够令到在这个五种恶世不再被魔王呢去扰乱众生？魔功隐蔽不言的意思是魔功都不再在世间里面呢去扰乱众生，这解摧伏自大，增上万者。怎样的方法可以令到修行人可以摧伏到自己好好狂妄啊，大我慢、自尊貴，怎樣去增降服這個增上慢呢？我們五族惡世的眾生很多佛國都平，地平如鏡，黃金為地，在這個五族惡世高山是不是很高，深淵是不是很深，這個反差很大。佛就說因為我們這個生得在這個五族惡世的人天生就是我高你低，可能乞衣好下賤，那些流浪漢是吧，都是身份很卑微，是吧，但是他都覺得高的。他可能會說你好聰明，你是吧，你好聰明，如果我老爸李嘉誠我威過你啊，這樣可能他會即是在他的內心他都覺得高人一等，很特別的。當一個人一順境的時候，他就不覺意就高噶啦，啱唔啱啊？佢一覺得有成就，佢覺得啫，佢個心都就好容易會高。咁你修行人，當你有成就嗰陣，會唔會有呢種感覺？係不知不覺，佢就流露到出嚟。呢個名為增上慢。學佛嘅人要明白，皆是幻化。菩薩無論你高中低下賤都好啦，他会随顺这些角色去度化众生的嘛，他会不会染的？他会不会有大我慢的？他不会有大我慢的。所以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包括在很多大乘经里面都说有无数的比丘，甚至乎证到阿罗汉的比丘都有我慢。我们之前讲维摩经有吗？我们之前讲过妙慧童女经是不是又有？是不是
通常都是聲聞出現這些問題，所以在《妙法蓮花經》有5400弟子退席的時候，佛怎麼說？唉，這些都是增上晚修行人，若果有我有弟子自以為得阿羅漢道，自以為得辟支佛道，而不趨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非真阿羅漢，此非真辟支佛，此非我弟子，此是增上萬人，是不是這樣？因為他覺得得了，我掂啦，我似啊，有個心已經有個法，係咪有所似啊？驕傲，咁驕傲係咪呢個世界嘅眾生修行人嘅共通病態嚟？佢就諗啊，你應該要問下如來，有咩方法點可以令到我哋呢個世間嘅修行人趨服自大真上慢呢種病態，夠唔夠？啊、有什麼辦法可以守護這個佛種、法種、真種？怎樣令魔功隱蔽不現，不被魔王去干擾這個世間、啊、怎樣可以令到修行人趨服自大增上慢這種的雜氣呢？好了，繼續想了，想而已，這些內心獨白嘟嘟這樣，他說未種善根者今當令種，他都未種過善根，善的根、啊、善根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一般說行善就叫善，是不是？這裡說的善根和行善的善有一點區別，因為眾生在六道輪轉當中惡事當然會做，那善事有沒有做過？怎麼有啊？那怎麼叫未種善根？不是行善那個善，善根是指駁去個佛種那裡大家要明白，明白，即未種善根，他未結過和三寶和佛法僧未見未結過一個因緣的，我怎可以令到他結到一個善緣，種下一個善根呢？那是不是令眾生成佛的根本來的？所以如來方便，《妙法蓮花經》說的如來方便品，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玩的，這個什麼佛啊？來參觀這間寺廟挺漂亮的、啊、這個本師釋迦牟尼佛，是啊，怎麼念的、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哎呀，老爺，我念了佛啦，這樣我玩的而已。但在佛眼睇，若人散亂心嘛，入於塔廟中嘛，寺廟中一稱南無佛，在佛眼睇，他已經成了佛，皆已成佛道。他為什麼會成佛？他因為在現在這個時候叫過我一個，那他這個是不是中了善根、嗯啊、這個善根未中善根者是菩薩化度眾生，他百千方便要令眾生種下第一個善根，不理你用什麼方法。很多時候我們五族惡世的人呢，有句說話叫富貴就修行難，對嗎？通常有一句說話叫做臨急就才會怎樣補佛腳，是啦。往往菩薩在這個世間度眾生，都是在眾生遇到煩惱、災難、疾病、困擾當中，那他才會去種這個善根。你快一念觀音啊，得不得的？阿媽你教了我很久，我都沒念過，咁都要試下㗎，係嘛？佢都可能會念㗎嘛，佢一念中咗呢個眾善，但係未中善根，我點樣可以令到佢甘當令眾呢？我喺我行菩薩道嗰陣，菩薩去化度眾生呢一個動作重唔重要？好重要啊！佢一識嘅話咧，咁你掂親我，你都會中善根，係咪咁講啊？啊、有這個以眾善根者當令增長，我怎樣可以令到這些以眾善根的人他茁壯成長呢？喂，你種了善根，但你的知見不正的、哦、你在一味就、啊、求觀音菩薩保佑你發財的、哦、對吧？你的善根種就種了，但你是不是不正、啊、我教你原來不是這樣的、啊、應該怎樣明因果、啊、還要懺悔、啊啊、你的業障怎麼來的？說給你聽，那你怎麼可以除業障、啊啊、你怎麼可以種善根、啊、供佛咯、禮佛、布施、誦經、啊、放生、啊、護生、啊、印經、啊、諸如此類，你去幫一些正法的流轉、啊、去影響更多 正確的觀念、啊、怎樣去令到以眾善根者
在他的修行境地怎樣由小學或者進中學或者直接跳入大學、啊、直發菩提心、啊、當然我們凡夫計劃小學、中學、大學在學佛當中其實小學、中學、啊、我們說凡夫和二乘在很多佛徒都是歸埋一班他一來就讀大學了他可以很厲害的所以一個凡夫可不可以直發菩提心、啊、可以的你不要擔心、啊、喂他不得的、哎、呀你教就未必得佛教就會得所以你一發菩提心你不要理他什麼、啊、就算一個小孩子、有些小孩子說我要學佛我要學佛我將來要成佛、哎、你必要識得得得個幾歲你不要看小、啊他一噏咗就係噶啦，如來聽見，如來就會護念噶啦。啊，點樣去令到佢咧發咗心之後，如何去令到佢啊，即識得呢、這個你當令增長，種咗呢個善根。若有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令發心。咁頭先講啦嚇，咩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啊？咁啊，學佛咧得三班嘅。第一個世間的法心叫求離苦得樂，但是邪見的人是不是貪嗔痴啊？做了很多邪法啦，啱唔啱啊？或者用鬼啊，用術啊，用擺風水命理啊，或者用一些偷呃拐騙之類的，不正確。應該點啊？依三寶在呢個行為上根本改變佢，諸惡莫作，損害人的嘢全部唔做，忠善奉行，利益人的嘢盡量參與。就算做不到都隨喜讚歎，那你習慣認同了行善這件事先，那這個正法好了。這個法心要離苦得樂，那求二乘那個我解脫，這個求什麼？求解脫心，不是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們叫無上正等正覺，什麼人才有無上正等正覺？只有佛、啊、菩薩。菩薩是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證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嗰個，就係喺呢個世界嘅釋迦牟尼佛喺菩提樹下嗰陣就叫做值得成正覺。咁我未證啫，但係我立志，我鎖定我修行我目標，唔成佛我唔罷休咁解。啊，呢個就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嗰個志向，即係我一發咗呢個心，我已經鎖定我唔係為世間，我又唔係為自我解脱，我為咩？我為我要成等正覺，我要令一切眾生好似佛一樣成等正覺，你這個叫發大菩提心。好了，如果在凡夫不是在二乘那種他求解脫的期間，他著了我相，住了在禅定、啊、住了在外道，住了在變化神通那裡，住了在一天界的福樂禅定當中，是不是叫外道啊？原來沒有的，放下根塵脫落，咔嗱嗰個咪明咪正道。咁如果我發咗菩提心，我要救眾生，但係我一嗱記唔記得我哋講話世間法、出世法、大乘菩薩係點啊？世出世間法兩樣啊嘛，兩樣同時做嘅喎。咁如果我側重度眾生咧，叫咩菩薩？有冇病啊？有疾菩薩。如果我側重解脫呢，是不是落於二乘啊？是不是留意一下啦，原來他兩樣東西都具足，他可不可以沒有覺悟的？沒有覺悟的不叫菩薩。他可不可以沒有大悲的？沒有大悲的不叫菩薩。原來他兩樣一齊的，是永遠覺悟，對不對？還要永遠慈悲，虛空有多大啊？過去、現在、將來，遍滿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度眾生的願有沒有盡？無盡的、啊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厭怨業，無有疲厭，那就是不停地動啊，那有沒有靜過下來的？但是如是滅道無量無邊無數眾生，實無眾生得滅道，那有沒有我在這裡度眾生？一冇嘅話，哎呀，三輪體空，完全清淨嘅咯。你留意下，呢、这個係咪名為正法、啊？所以你學凡夫嘅法，有世間嘅邪法；修出世間解脱，又有外道嘅法，啱唔啱？但係修大乘嘅話咧，若果偏於執著世間嘅
就叫有疾菩薩，啱唔啱？如果偏於空寂嘅咧，係咪叫異乘啊？異乘邊見呢兩種，如果兩樣都合埋一齊咧，叫中道第一二帝。不，呢、這個就中道，叫做咩啊？第一二於第一二無所動，就係、是、呢個中道啦。好啦，未發呢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係佢係一個凡夫根基，或者個異乘根基咧，啱唔啱？我點樣令到佢發呢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呢？我一令到佢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咧，呢、這個菩薩就叮搞掂，佢走噶咯喎，佢唔使成日黐住你喎。因為你一念佛，一發咗菩提心，係咪向咗個方向啊？其實修行係點啊？係擺啱佢方向，你就唔好干擾佢咯，你就睇得噶啦。菩薩都係噶，擺啱我哋向佛。擺啱啦，擺啱我哋明因果，佢就唔干擾你嘅，睇你行。你唔明就問佢，佢就擺啱啫。佢擺啱你嘅啫喎，佢唔會幫你行嘅。所以菩薩度眾生，我哋將來明白佛法都好啦。我哋唔可以捉住佢只腳行，捉住佢手去做嘢，捉唔到嘅。你只係擺啱喺佛向佛先，即係嗰個 WiFi 接咗先，加埋加咗微信，加埋 WhatsApp。啊！整埋個 Facebook 咁樣就通曬啦，係咪？跟住你一唔明就識得問。好啦，咁你跟住咁行嗰陣咧，你由得佢行得兩行咧，佢就會有果，佢又會開花，佢又會有成。咁你用大悲水去灌溉佢，利益佢，你又唔好干擾佢。好啦，同樣啦，發心係最緊要，發心係方向嚟嘅，啊，鎖定個目標咁解。好啦，以發心者，令不退轉。有些真的發了菩提心，但是他會退轉。退轉剛才我們所說的是什麼原因退轉？通常菩薩發了菩提心做得兩做會退轉了的，是什麼原因？染，有兩種染的就是迷了，是不是這樣？叫有疾菩薩。但是如果做得兩做覺得辛苦就是不做，我解決了，我不染。有沒有這些？哎呀，都是在这两件事上产生出来的。在世间染的就有疾菩萨，因为住相嘛，变了，是吧？我现在道理啊，你醒目才行，为什么教了你这么多次都不懂的呢？救完你又救，救完你又救，那他就会心烦呢，因为他染嘛，你明白吗？染就计较自己心烦，那他自己都不觉悟，他可不可以令他觉悟？如人入暗中无所见，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染的呢，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通达三世，知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个菩萨发普贤愿，一个愿入三世，三世同时有他同时做紧嘢嘅，是没有分过去现在将来的，严格来讲。但我们一住的一见住色生心，住在一个尘埃里面呢，就有我你我他，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啱唔啱？但個虛空又冇過去、現在、將來，同時做曬。所以一念入三世，呢種係《華嚴經》所講嘅不思議解脱境界，啊，係不可思議嘅嚇。好啦，嗱，以發心者點樣令到佢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實得不退轉咧，得一樣嘢嘅啫。喺我理解當中，點可以得到不退轉？唔知。哎呀，真的痛，是波嘢先得，因为你不知假，一染就退转，一染你咪会生死啊，跟住呢度咪涅槃啦，咁你想边啊？我今日生死，我梗系要涅槃啦，啱唔啱啊？一你就染落去，喺当中好烦恼，一你就为生死就求福乐，系咪落一染就落二乘啦？一唔染咧，唔染，因为唔染，所以你冇求啊嘛。你仲求咩啫？假噶嘛，求嚟做咩啊？好似今日嗱，你拍戲啊，你做個皇帝啊，你有幾多千億家財？咁你又做個富翁啊？咁啊，你又做一個又點樣？總之好有嘢嘅嚇，好多錢嘅。收工啦咁，咁你會唔會攞住你啲錢翻嚟瞓覺啊？你唔會噶嘛，因為拍戲嘅啫嘛，啱唔啱先？所以菩薩是一切世間如夢如幻。他在当中不取相，应以何身得道，现何身而为说法。那你怎样令到他退转？皆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好啦，以不退轉者，嗱呢句就係引發呢部經嘅重點。以不退轉者，已經唔退轉嘅人，當令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犀唔犀利啊？呢個嗱，嗰啲已經我哋話六地菩薩正多嘢嘅不退轉，仲要行方便願力智，啱唔啱啊？方便願力智四種波羅蜜，先至進入菩薩摩诃薩嘅心量，就不退轉，係咪仲要經過好多好多修行方嘅歲月啊？頭先我哋講係咪塵沙劫啊？哇！塵沙劫。一般凡夫一睇到係咪會有種哇幾耐先得啊？好似法藏比丘喺世自在王如來面前發咗四十八願，要修行幾耐啊？少載永劫喎，畫呢個永字先攞命。咁係咪即刻會計價？哇！咁咪好陰功，咁要做好耐，咁咪係咪好想快啲啊？啊！咁啊，通常咧，一般人咧就會有個快啲。佢話以不退轉嘅菩薩。當令有咩方法令到佢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嗱，呢本經咧，其實咧呢一個係個主要嘅問題嚟㗎。好啦，計有所得，住諸見者，悉皆令發捨離之心。咁呢個咧就係講翻啦。如果有啲凡夫或者有啲外道染世間嘅。一染是不是有計較？有好不好，有多與少，有舊與淨，對不對？有天堂地獄人間之分，對不對？它有分別。它說計有所得，住諸見者。計有所得，即是說我在計較到底我學了這麼久我得到什麼東西，是不是計啊？有法的，即是逐樣計。住在種種的見解，通常佛住世外道有九十六種外道，有種種的諸見。其實我覺得咧，而家佛教裏邊咧，尤其講論咧，好多呢啲論咧，我睇落去咧，都係似當年古印度嗰啲外道啲諸見。例如煩惱有分幾多種啊？你有幾多類煩惱啊？有大煩惱、小煩惱、細煩惱，有幾多心結、心鎖啊？即係我會覺得呢啲係論嚟嘅，唔係佛，唔係經嚟嘅。佛有冇咁講？佛冇咁講。你一住咗喺當中，你咪計較緊。我要背熟佢，我背到好熟。跟住你講呢個念，用呢個論，用呢句説話代入你呢度，用呢個代入，做咗個分析家嚟嘅啫喎，你唔係實踐者喎。所以呢個咧，住諸見者咧係好難度嘅，係咪多聞難度啊？因為他用個我相，用個五蕴去分析所有的 data 啲資料，啲資料咧喺度分析緊，喺度分析分析嘅，就得到自己嘅見解，佢咪住咗喺當中啊！一住呢個諸見，佢會唔會喂假嘅？你放唔放啊？咁假啊！我研究咗六十年，大佬，我寫《金剛經》寫個論文寫咁多，你講我唔要呢啲真定假？我梗係話真噶啦，啱唔啱啫？係咪染啊？他講《金剛經》，《金剛經》是離相啊嘛，啱唔啱？所以有很多人咧，我見到佢一生就講《金剛經》，講咗好多，但係死咗之後又唔係話唔好撞我啊，啊唔好化我啊，我要金身，我要嗱我幾年之後你刮翻出嚟，我裝個金，等人拜我，著唔著相啊？著。哇！你又講《金剛經》，又講到空，但係你個心又追呢啲咁嘅境界，厭唔厭啊？住諸見者。哪一個可以叫得醒他？我想問，啊，都叫不醒，他見不到佛嘛，他見到佛就有機會的，對不對？那你說菩薩可以叫醒他，菩薩化現在他面前，他聽不聽？他都不信啊，對不對？因為他自己的諸見如山啊，他的見解在他自己的鎖心裏面建成一個很大的障礙。其實佛都說
一切眾生的生死皆因妄想執著嘛，對不對？若離妄想執著，無私自自然自就區現的，不是收回來的嘛，是怎樣？是淨一切妄想妄想，你在個自我的五蕴的妄執去學習的知見，比我哋人類學習嘅模式，讀書啦、背書啦、記住佢啦，啱唔啱啊？我記得我識得答問題，誒、哎、搞掂，我咪攞最高分啦。其實真正嘅實質嗰個讀書一個過程嚟嘅，真正係你遇到事，你點去解決係呢個方法，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咁所以世間嘅人有好多時候對於個學習嗰個成果個價值咧，落咗喺呢啲知見度，落咗喺個作品度。所以當年咧有好多論師咧喺度論嘅佛，一聽呢啲唔論，所以亦都講好多嘢，我唔答嘅。世界點嚟㗎？邊有邊個先？你係邊個先啊？嗰啲咁嘅，呢啲完全啊！我哋講好《戰喻經》都有講係嘛？射咗毒箭嘅人，本來你人哋要掹咗個毒箭出嚟解毒啊！哎，冇掹住，冇掹住，咩事？你話俾我聽，嗰支箭係咩樣嘅？嗰、那個箭嘴係咩嚟嘅？個箭杆係咩？個箭尾係咩嚟嘅？佢從咩邊個方向射嚟嘅？佢你嚟嗰啲做乜？你解救咗你啲病毒先啦，啱唔啱先咧？世間嘅人就係咁，佢哋同佢講出世間，同佢講降，你唔好同我講咁多住。個世界點嚟嘅？個點嚟嘅？邊度有你？邊度？嗰啲完全係妄想嚟嘅。你以妄逐妄，點會見到個真咧？啱唔啱？所以呢、這個。呢、这個堅毅菩薩係咪好有經驗咧？喺道生嗰度係咪佢遇過曬呢啲問題？有咩辦法？問下如來，教我哋有咩方法，令到一啲修行人有呢啲病態，計有所得，佢自己覺得卧輪多伎倆啊，能斷白思想啊，遇事生不起，菩提日日長，我好犀利嘅，諸如此類，我好有境界，點計有所得，住諸見者。住住種種嘅見解，凡夫有凡夫見解，二乘有二乘見解，外道有外道見解，啱唔啱？一住呢啲見解嘅，點算好？點樣可以令到佢皆識令法，捨離之心？點可以令到佢哋咧興起咗？哎呀，原來唔啱！哎呀，原來我唔要得呢啲嘢嘅，要釋放佢，放下佢。好啦，拗小法者。令不宜大法，啊這個有點難，是不是？即不要說拗小法者令到他行大法，他不宜大法。拗小法的意思是什麼？即當然這裡就撇開了世間法了，在個空性那裡。小法是不是自我 一個人而已？那你出家為什麼？我覺得生死很煩，我覺得很煩惱，我想出家解脫，我覺悟，是不是我覺悟呢？是不是少啊？那你修行了，整阿羅漢了，你媽媽見不見到？你的子女，你的兄弟姊妹證不證到？證不到，即是你的法是給一個人用的，是不是？是不是小法？拗小法就是學佛只是喜歡利益自己的，是不是叫小法？拗小法者，令不宜大法。什麼叫不宜大法呢？他不會疑惑大法。咁有人講話大乘非法說，有冇聽過呢、這個？小乘人咧，尤其好多南傳嘅修行人咧，佢對於大乘佛經嘅出處咩龍樹菩薩咧，龍宮請出嚟嘅，唉，佢好懷疑啊，因為我哋啲經典係有結集翻嚟噶嘛，係咪先？我哋經典係咪喺山洞結集一次、二次、三次咁結集翻嚟噶嘛？有曬證據噶嘛？係我哋啲大師兄記落嚟啦。你嗰啲天龍八部記嘅，我點知真定假咧？咁咪會提出咗疑問咧。好嗱，通常我哋講小學生，你就算聽到中學、大學都好啦。你叫個小學生記啲咩法啊？嗱，佢聽過中學嘅，聽過大學嘅，聽過下啦。但係佢小學程度嘅啫嘛，佢咪記小學啊？咁如果中學生？嗱，佢又聽過好多大學嘢噶啦，但佢記得啲咩嘢？佢係記得中學嘅啫嘛，啱唔啱？而且我哋要記住，山洞結集嗰陣係乜嘢時候先會有一個山洞結集？第一次結集
上次我都有講過嘅，好似係因為加佛堂入面八王分咗舍利，跟住大家使咗翻去僧團，嗰啲僧團點講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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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哎、老人家行咗，唉、哎、我哋自由啦。哇！啲大仙聽到會點啊？得了，真係啱啱轉身啫喎，係咪？唔得唔得，我哋即刻要開大會，將五百羅漢叫曬翻嚟先，喺個山洞度，大家去背翻啲律，背翻啲紀律、法律嗰啲戒律先。然後摩難就講翻個聚會，咁就形成咗經修多羅呢個經典出嚟。咁佢個針對嘅對象係咩啊？比丘。比丘啊嘛，啱唔啱啊？佢唔係針對個對象係菩薩啊嘛，佢針對個僧團裏邊嘅行為上啊嘛，所以你要記住呢本經典嘅出處係針對出家人嘅紀律行為，以及佢哋嘅心把持覺悟嗰條道路點行，係集中咗中學啊，啱唔啱啊？但係佢對於大乘係咪會有疑問咧？點樣去將呢個不疑大法咧？咁嗱，我自己就點睇咧？大乘者係一個人修行。救幾多眾生？咁就大咯！即係我揸架車咯，我架車唔係車我一個喎，我只船唔係車我一個喎，我車咩？我車一切眾生喎。咁呢啲係咪船啊？大船啊？叫大乘就係咁解。大乘係一個人修行，係度曬所有眾生。先講呢個人修行嘅出發點個目的點樣去定？如果我為我自己嘅福樂。我希望發達，我就於是乎咧供佛、布施、啊行善、誦經、供佛法僧。咁我出發點係咪凡夫啊？咁如果我為，哎，我要解決生死，我念佛，我正三門，跟住求入滅，咁我咪易成。但係如果我出發點，我係佛嘅學生，我將來要做咩啊？成佛。佛的目的是要令一切眾生成佛，即是我老師的目的是令一切眾生成佛嘛，那我是不是要幫我老師達成他的願望啊？我都要好像我老師那麼厲害，令一切眾生成佛，這個心，這個發心算不算大？那這樣就大。我們留意一下，為什麼我說佛教一定是大乘，絕對不是小乘？先問你如來因什麼事出家？為自己，我希望做皇帝做耐啲咁啊，仲要我個國家要好有錢咁啊，定係我要我出家解決，唔理屋企啦咁，係咪咁啊？唔係喎，佢話我個國民有生老病死苦啊嘛，啱唔啱啊？我係為咗人哋嘅生老病死苦驅使我出家，咁呢個心大定細？大啦，仲有所有大嘅人係乜嘢都唔要嘅，全部俾曬人嘅。你睇下佛陀係咪？咁大定細啊？梗係大啦！佢成咗佛之後有冇即刻入滅唔睬你？冇啊嘛！啱啱你阿羅漢就入滅就走咗去噶啦嘛？啱唔啱？但係釋迦如來仲係久住世間，將宇宙嘅真理係教化咩？所有呢度人天眾生都係如來個學生，啱唔啱？三界嘅大導師，佢整個出發點冇半點係立於小嘅，佢係一個凡夫人天成，唔係。是不是一個二乘解脫的？不是，它是大超級大菩薩的心量來的嘛。所以怎樣令到小拗小法的人令他不疑這個大法呢？因為我們的老師就是一個大法的表表者，同不同意啊？我當然我未試過跟一些懷疑大乘的小乘人去辯論，我一拎出嚟咧，佢一定冇嘢講。咁我想問，喺《阿含經》四阿含當中嚇，咩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雜阿含，裏邊有冇菩薩嘅名？咁有冇羅漢嘅名？咁有冇佛嘅名？我淨係咁，唔該你講講佢哋分別，我聽下。你解下，咁咩叫羅漢？咁咩叫菩薩咧？咁咩叫佛咧？咁你佛經有講噶嘛？啱唔啱啊？佢點樣先得翻嚟？唔通個個羅漢就變咗菩薩，變咗佛？唔係啊！唔有你可唔可以話羅漢即係等於佛啦？咁得唔得？啊，泰國就係咁講嘅啫。泰國啊，乜乜佛啊？呢個佛嗰啲明明係
比丘修行啦，啱唔啱啊？嗱，呢個佛啊，係咗七重天咁。咁一個修行人，如果佢生得好嘅，係咪生喺禪天？禪天係第幾層啊？初時咪第七層咯，就咁簡單。係咪個冷氣靜咗？係咩？個冷氣有開啊？有開。OK， 開呢個。呢個。唔係。唔知係咪講得？即係嗰種嚇。好啦，我繼續講埋先啦。拗大法者，令生歡喜。即係話拗大法嘅啫，佢已經係好中意大乘嘅修行法門。例如菩薩嘅利樂眾生、慈悲喜捨、無量嘅善巧方便，以四攝法嚟到化度眾生，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呢、这個六波羅蜜，再發呢一個方便願力智，能夠隨順一切眾生。哇！我聽見都開心。有好多人咧，佢自己做唔到都好啦，佢一聽見呢啲法門咧，佢好開心嘅喎。你講嚟聽下，你講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啦。哎呀，好中意聽啊，好中意聽啊。嚇，《妙法蓮花經》咪講咗好多啲故仔啊，咩藥王藥上菩薩啊，係咪咁啊？咁點解咧？原來一拗大法嘅人咧。他是很喜歡心生歡喜的皆大歡喜。好了，留意一下，我特意將它 highlight 出來不同顏色呢，是講到這裡呢，只是講緊這個堅毅菩薩當時，即是看看七萬二千菩薩啊，還有三萬二千的大比丘僧啊，還有無數那麼多的天龍八部都來到問下如來咩好咧嚇？哇！如果我問啲就呢啲問題去問啊，問到如來係咪利益在會嘅人咧？如果佢哋行菩薩道嗰陣，係咪自利利他都有方便啦？啱唔啱啊？自己又識行，又可以幫到眾生啊！佢就心咧就想咁樣諗咗呢一集嗱、啊，記住啊，分兩批噶，呢一批係佢嘅念啫。作事念意諗過曬啦，即從坐起，就從自己嘅座位咧起身啦。偏袒又肩又膝着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咁啊做一個好恭敬嘅禮儀。諗到啦，我起身嚇，咁啊偏袒又肩，即係將個右膊露咗出嚟，合掌咧。就向佛右膝着地，即係單腳跪啊咁嘅。啊，呢啲當時印度嘅禮儀，合掌咧就是、向佛，白佛言就對住佛咁講啦。世尊，世間最尊貴嘅大道士釋迦牟尼佛啦，我今欲於如來法中少有所聞。佢話我今日嚟到呢個大會當中，喺如來說法嘅法會當中。想有少少問題，咁解啊，少少問題，唯願聽許，希望如來你容許我講解，啊，容許我詢問佛，知唔知佢嘅內意啊？知。佛告堅毅，佛就話：堅毅菩薩啊，隨語所問，好，隨便你。想問乜都得嘅，咁解。佢話唔當解説，令你歡喜，我一定會為你詳細去講解，令到你滿意為止嘅，令到你咧聞法咧生歡喜嘅效果。堅毅菩薩白佛言，堅毅菩薩咧就單刀直入啊，一嚟咧就直接就問佢啦。世尊，世間最尊貴的導師啊，釋迦牟尼佛，頗有三昧，能令菩薩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跟無量義無量義經裡面八萬法王子菩薩摩诃薩異口同聲問的問題一樣，但是不同的地方他有個名詞出了，他說頗有三昧，
但係無量義經係問何等法門，有冇印象啊？嗱，嗰個就係講法，呢個係講緊咩啊？定三昧。嗱，你問唔同嘅嘢，佛就就住你個問題去作答。佢話頗有意思啊，是否有喺呢個世間有冇一種三昧？應該咁講啊，頗有三昧，有冇一種三摩地正定，能夠令到呢啲菩薩修行大乘嘅菩薩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以能夠令到佢哋好快，儘管行塵沙劫嘅菩薩行，但係都能夠好快印證到無上正等正覺，諸佛嘅正覺當中咧，顯現諸佛嘅正覺。仲有喺佢行菩薩道當中，常得不離直見諸佛，時時都能夠唔會離開諸佛，甚至乎直即係遇到咁解，直遇咁解。遇見諸佛咁解，同諸佛喺埋一齊啦，應該講啊，心連心，能以光明普照十方，仲能夠用種種嘅光明，能夠普照十方世界，獲得自在慧而破諸魔，以自在嘅智慧嚟到去照破諸魔嘅魔障。好啦，呢個要講一講啦。佢話時時能夠遇到唔離開諸佛，因為藉住諸佛嘅加被得無量嘅光明，無量嘅光明能夠普照十方世界，得自在嘅智慧。咁呢個自在嘅智慧係咩意思咧？我成日解釋自在，自在嘅相反係咩？唔自在，即係機薄，啱唔啱啊？自在的智慧，即是说他不再受任何东西的羁绊的智慧，也可以说是波野智。如果没有道众生不在尘劳里面去做作的，是没有波野这个字的。直面就直面，对不对？但波野是哪里来的？波野是色空一齐就出现了。如果只是空冇波嘢，有乜波嘢唔波嘢空啊嘛？如果係色染就唔係波嘢啦，啱唔啱先？所以波嘢嘅定義係咩？係喺色相塵勞當中，過去、現在、將來一切塵中廣作空花佛事嘅期間，常覺不迷的智慧，名為金剛波嘢。所以呢種金剛波嘢，仲有冇嘢困得到佢啊？呢個乞衣喎。乞衣，呢個皇帝喎，皇帝，呢個十地菩薩喎，呢個佛陀喎，呢個佛國喎，凡所有相，即係咩嚟㗎？可唔可以困擾呢個菩薩嘅智慧？唔可以，叫自在慧。所以呢個自在慧咧，係喺道身嗰度先至顯現嘅。如果個阿羅漢冇乜叫自在，自唔自在？冇啊！但係自在嘅定義就係雖處一切慧境煩惱，而不被煩惱去掩於困薄的，這種名為自在，所以叫觀自在。觀自在是什麼？就做緊觀世音。觀自在是他看波野體，對不對？觀世音是什麼？是他用，是的，觀一切世間的聲音聞聲救苦，妙用無窮，過去有、現在有、將來有，但是掩不掩的？觀自在，對不對？所以這種智慧叫自在，以自在慧得自在的智慧，即是金剛波野智慧，以破諸魔，一染就是魔，魔就是驕傲、我執、我慢，就會變魔的了。好了，得自在智，自在智即是自在慧啦，好了，獲自然智這個就佛在成佛之後就說了這句，若離妄想執着，則無生智，無思智，自然智，是不是？無生智，即是怎樣可以好像行菩薩道的期間，就可以如如來一樣得證無上正等正覺，如如來一樣
能夠照破諸魔，與如來一樣獲得自然之智、無生之智，咁解啦，係咪啊？能不隨他得？咩叫能不隨他得？唔使學嘅，即係唔使跟人學嘅。仲要問如來，咁你問如來，如來教你係咪跟如來學啊？佢話唔係，即係意思係啦。嗱，留意下啦。能不隨他得咧？這個意思是咩？唔係喺任何人度身上學翻嚟把持到嘅咁解。能不隨他得，不斷變才。佢呢種演繹嘅口才，可唔可以截斷佢？冇噶，佢見乜講乜，隨手拿來，全部都係佛法。何以故？通達啊！人要契機啊！知道眾生是什麼機，知道眾生的理解能力，他知道的。還要怎樣？盡未來際，得如意足，受無量命。有哪個人懂得問這些問題？啊？你貪不貪心而已。在如果一般人的範圍中，是不是？哇！哎呀，得不斷變才，仲要盡未來際喎，即係過去就發生咗啦，盡未來即係未來際，得如意足，如意足咧，呢個就係講神足通，神足即係話你嘅精神完全通達，於一一世間能夠廣演佛事咁解喎，受無量命，無限嘅生命。你話問呢扎問題，笨嗰個已經係超級犀利啦！你係邊個先得答啊？除咗佛都冇，揾邊個答得到你啩？我諗係咪先？好啦，盡未來際得如意足，受無量嘅壽命。咁菩薩點解又要有辯才？點解又要有如意足？點解又有無量壽命咧？點解？一樣，因為眾生無量啊嘛，係嘛？所以佢需要呢嘅呢啲工具、呢啲條件，係咪都一樣啊？好似我成日都講，我話嗱，我可能拍戲啊，以前啊，我話咧嗱，菩薩咧，嗱我哋分段生死嘅凡夫咧，我哋嘅生命咧就被動嘅，你可唔可以改啊？改唔到嘅，全部要認。咁求佛，佛就帶出我哋離開呢個分段生死，咪得二乘滅盤解脱啦，係咪啊？咁啊，跟住菩薩就變易生死喎，係嘛？菩薩用願去生死，呢個願嘅生死就改造啦，就將一切唔好嘅嘢就改造佢。我要度呢、這個，我要度呢、這個，我要度呢、這個，我要攝佛國，我要令到呢個離苦離苦。如果佢離唔到苦咧，我唔成佛咁嘅喎。我攝唔到個佛國，我又唔成佛。我度唔到呢個眾生，我唔成佛咁嘅喎。你留意啊，佢要達到佢目的，唔達到個目的，佢唔罷休嘅喎。呢、這個就變易生死咧。原來在這個變易生死當中，無數個菩薩會發會無量的生死，無量的生死，每一個生死發無量的願，無量的願都是他呈獻給佛陀的心願。即我這裡講一句好笑一點的，一個演員他覺得個劇本，我們生死好像演戲嘛，演戲是有劇本的，那我呢分段生死的劇本就寫死了，但是菩薩的變易生死的劇本呢未寫的，那誰寫？自己寫。自己寫，即是你現在眼見到這麼多知見，這些眾生、這些煩惱、這些不好，那又見到好的東西，是吧？那你自己想，你將來想怎樣？我要這麼厲害，我懂得說話，我要有智慧，我要通達三藏十二部經，我要能夠有威德力攝服眾生，我將來要攝取個佛土，我將來有種種個方便，我能夠圓滿眾生的願望，是不是你有很多個心願啊？唔該，你將呢啲劇本寫好咗，交俾導演或者係監製或者係個出品人，佢話 OK， 佢批你，佢咪拍咯，係咪啊？我咁舉個例啊。菩薩就將道生的劇本，如果俾你道曬呢啲眾生，你會點做？咁你諗啦，我要佢冇病，於是乎咪有四個願、八個願嗰啲七佛嘅願咯，啱唔啱啊？我要攝取佛國，
咁於是你發作比丘四十八大願咯，啱唔啱啊？咁你呈現俾宇宙虛空，如來一圓滿，你有呢種力量。原來變易生死個劇本係由個菩薩寫嘅，分段生死個劇本係嗰個眾生過往嗰啲業定咗嘅，嗰、那個係被動。菩薩的變易生死是主動的，主動和被動產生的分別。那到成佛呢，二死永亡，是這個身軀所有願望圓滿，那就不再死了。那不再死代表什麼？不死的人代表什麼？我們說如來入滅就消失了，不是，是他的身軀消失，他的知覺圓明了，他的知覺在未生死的時候又是這樣，成了佛之後又是這樣，這解啊，常覺不迷，永成佛道啊。所以他說這裡啦，盡未來際得如意足受無量命呢，其實這些是菩薩的願力來的，他想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一個修行人可以圓滿這些願呢？傲聲聞者是聲聞成，如果那個人是很喜歡自我解決的，好啊，我就教他怎樣可以在聲聞當中得證阿羅漢，圓滿了他的願望，對不對？傲辟之佛者是辟之佛成，他說這個人大根氣，他慢慢修什麼身空、心空、性空、法空，對不對？正見惑，再正思惑，思惑又有解惑，九九八十一種微細煩惱，慢慢除。他說我不喜歡這些，因為一切假的，卜搞定無命妄執，一染下去就有生死了，一有生死於是無命緣行，行緣色，色緣名，色，他十二因緣，對不對？乃至老死生與乃至憂悲苦惱，那無命卜沒了，那無命滅是不是行滅色滅名色滅，一路下去乃至憂悲苦惱滅。如果一個人喜歡這樣的，傲辟之佛者是辟之佛成，他就會教他怎樣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裏面圓滿他們想得到的慾望，是不是這樣？凡夫你想福樂的被福樂，你教你生天之道，是不是？異乘人教你解脫，釋迦如來是不是教外道證阿羅漢？因為他想嘛，證了你圓滿了給你先，教辟之佛靠那些外道的 大根氣正辟之佛，對不對？跟住教他們入返大乘，是不是呢？他逐步來，先是圓滿眾生，是不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什麼叫佛智？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這樣就佛智咯。傲大乘者威是大乘，通中意行菩萨道，发大乘菩提心，是习气嚟噶。凡夫有凡夫习气，外道有外道习气，二乘有二乘习气，系咪啊？辟辟之佛系冇习气，但系大乘菩萨有冇习气？有，将个身口意业变翻菩萨嘅习气，以服侍众生为己任。啊，你话佢完全唔染咧，咁佢系度唔到众生，好似犹如幻师度诸幻众。啊，個師咧一定要同個眾咧溝通得到咧，先有得到嘅。所以傲大成者，為是大成，通達聲聞法，佢通唔通達聲聞法啊？但係依不入聲聞，犀唔犀利？即係菩薩應以羅漢身得道者，現羅漢身而為說法，啱唔啱？通達辟支佛法，通唔通達啊？而不入辟支佛法。而不入辟支佛道，他通達辟支佛的方法，但他會不會取辟支佛道呢？不會。他通達聲聞，聲聞這個阿羅漢法，他不會取阿羅漢道。啊，留意一下啦。是現聲聞，形色威儀，而內不離佛菩提心。那這些是不是大比丘僧的樣子？咁咪又現緊聲聞威儀，但係佢唔會教你修阿羅漢道，佢叫你發菩提心喎，係咪咁解？但係內不離佛菩提心，
善辟之佛，形式威仪，而内不离佛大悲心，以如幻三昧力，系咪咁啊？呢啲呢个坚毅菩萨识唔识啊？呢个如幻三昧，唔识就唔识问噶啦，系嘛？以如幻三昧力，是现如来形式威仪，系咪摄一个佛身俾你睇啊？化现一个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嘅如来嘅身形俾你睇。其实点解要现呢啲身相咧？系因为摄众生，教化众生。好啦，以善根力示现于示现啊，在于兜率天上。咁呢个就将当年释当即系释迦如来佢嘅示现讲述，点样可以学你咧？即系咁意思，系咪？你系咪咁做啊？点样可以以善根力回向喺示现喺兜率天？天上，然后发愿降神母胎啊，现受后身入于胞胎，成六牙白象啊，进入母胎。这个云神一入胎就有生命啦。嗱，好奇怪，我哋啲云神咧，云神虽然系妄执，我哋都灵魂好，元神好，由色田住嘅，咁呢个都系生死，生死嘅妄执嚟噶，都系无明啊。但是这个云神一贴他的果报，如果做猪，他一入了胎，他有猪的生命。如果他说我做了个鬼，他就化身那里，那他有化身鬼的生命。如果他做了个凡夫，胎生又好，湿生又好，卵生又好，但是这个云神一离开呢，你就没了生命。所以生命呢，不是我们的物质来的。是跟这个云神有关的，这个云神是妄执的，你记住啊。那么 外道呢就会利用这个妄执、啊、好像灵验经说怎样修就变飞仙，有些长命，有些 自由，有些舒服写咒，什么都有的，他们拍就是这个妄，这个神识。有的人拿着神识就想住在、天界，住在色界，禅天，四禅八定，乃至入非想非非想住天，那么住在东西。咁一業力一到咧，佢又落咗個輪轉個漩渦，所以有啲人以為呢個係真人，嗱外道以為呢個神識係真人，但係佛就講呢一個五蕴，呢個妄執嘅神識，原來佢裏邊色精原明啊！我遲啲會講噶啦，講到好深嘅呢、这個知覺嘅本質係咩嚟噶？係空寂，因為无明一念执尽呢嚿嘢，所以系两重包装嚟嘅。我哋凡夫系咪有个身体包装？咁我唔要个身体包装，系咪个神识？佢要个神识就系解脱。呢、这个神识叫做攀缘心。喺《楞严经》讲，一切众生以攀缘心为自身相，以为呢个系自己嚟嘅，以为呢个就系元神，以为呢个就真。所以轮转六道暂无休息， 你以这个攀缘心为因去做的所有事，又如煮沙肉求佳赞，你找炸沙可不可以当靓餸食？不得，因为这个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根尘一脱落放下，个知觉性就会圆明，因为我们无明的覆盖盖障了这一粒东西。这本经是讲紧针对这一粒嘢去做嘢噶，嗱，咁好啦，佢讲紧点样善根示现喺兜率天上，现啊后受呢、这个受呢个后身入于呢个胞胎，跟住咧初出家坐道场，咁啊，跟住以心为力现转法轮，咁一路讲紧由佢初出家啊初生啦，初生就。即係叫八相成道啦，係咪？如來係咪？佢降胎啦，跟住出世啦，啊，跟住出家啦，跟住就正果啦、修行啦，跟住咪説法啦，係咪咁啊？跟住就入滅係咪咁啊？於是經過呢個過程，初生、出家、坐佛道場，以心為力現轉法輪，係咪五比丘啊？其他道眾生嘅現象，以方便力
煙入涅槃，涅槃是相嚟嘅啫，你記住。點上次都講過，點解佛要入涅槃咧？因為眾生唔眾化啊，眾化嘅地方、那個世界如來唔入滅噶，因為久住世間，點解啊？係如來係應眾生嘅勢而出現噶嘛，啱唔啱？但係啲人咧一近得你多咧，就覺得我同你差唔多啫嘛，係咪先啦？我同你一樣啦。所以點解《妙法蓮花經》有五千人退席，就係咁嘅現象。所以佛入滅係因為咩？眾生唔珍惜，輕佛，所以入滅，令到你緊張，令到所以《妙法蓮花經》都有咁嘅舉例嘅，係嘛？即係話爸爸走啦咁，我話我死啦咁，咁你咪好緊張。如來實不入滅嘅啊，咁佢所以叫做用現入涅盤，以三昧力現分舍利啊，用正定啊，分舍利即係嗰啲所有共骨灰咧，都大有因緣啊。如來嘅功德力犀唔犀利？散於八王，跟住阿育王朝將如來嘅骨灰分布四大洲，咁係咪嚟到我哋中土啊？我哋中土有冇佛舍利啊？有啊！如來的舍利，如來的願力披覆，所以令到法在那裡滋長，以本願力現法滅盡，現出來。為什麼要法滅盡？惡人是不是？還有不重法就滅盡。慧言世尊，恆河三昧能令菩薩示現如是諸功德事，而不竟入於涅槃。燈這個問題問完，厲不厲害？這個問題厲害。他說是的，世尊，到底恆河三昧，到底一個菩薩應該修行什麼定，可以做到一個菩薩示現如是功德，可以展示出好似如來一樣的功德，而不會啊，畢竟入於涅槃，佢示現涅槃啫。我哋一般講涅槃係咪入滅消失咁解？其實涅槃係點解？咁有冇消失呢樣嘢？嗱，其實個涅槃嘅解釋係本不生。本不滅叫做涅槃啊嘛，但係我哋一般人講涅槃啊，即係由生去到死，死鬼咗啦，咁咪涅槃咯，係咪咁啊？其實涅槃唔係講死，涅槃係啱啱相反，係冇曬死，係咪叫二死永亡啊？善逝啊嘛，咁咩叫二死永亡？我哋凡夫嘅生死係咪分段生死？係咪俾業力帶住、無情帶住被動生死？咁啊，阿羅漢係咪離生死？咁菩薩點啊？唔得，我要度眾生啊嘛！佢就發願入翻生死，虛空過去、現在、將來所有嘅世間，菩薩都合住佢生死咁解啊，係嘛？咁呢個係咪變化？咁我唔染噶嘛，咁咪變易啊？佢唔得嘅嘢，我就發願改到佢得；佢唔得嘅嘢，我改到佢得。我改到得，我要改到自己成佛，我要改到所有眾生成佛，係咪我改佢啊？留意啊，成所作智，大圓鏡智。好啦，到最後因果成熟，因該果海圓滿啦，咁點啊？我咪攝取佛果，係咪成就佛身？咁就呢個身體係咪會有生又會有滅啊？咁就冇咗啦，咁就叫做二死永亡。咁啊，分段生死又冇咗，咁變異生死係咪都圓滿啊？咁剩翻落嚟嗰啲係咩啊？咪本來個樣，係咪？個虛空本來就喺度，不生本不生，本不滅，有冇喐過？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啱唔啱啊？如如不動，本來係咁噶啦。咁喺呢個知覺圓明嘅期間，菩薩點樣喺佢度眾生嘅期間而顯現呢一種？不會不竟入於涅槃，冇一個涅槃相俾佢進得入去嘅，點樣先做得到呢？咁呢一段問題咧，我覺得咧
係充分表現到呢個堅毅菩薩通唔通達大乘佛法。嗱，點解咧？我自己咁講啊，雖然我哋喺世間會見到有好多中門啊，過少少都好啦，增加少少，係咪有好多咩天台宗啊、禅宗啊、淨土宗啊、律宗啊、延壽宗好多宗啊，亦有好多派，亦有唔同嘅祖師講述咗好多修行法門。你睇落去咧，哇，好似真係星羅棋布，唔知點選擇。我自己點解將佛教裏邊咧，我捉住個重點，不離三班。而家你睇下呢個堅毅菩薩問嗰啲問題，同我哋佛法面貌係咪一樣？有冇多有冇少啊？係咪啊？但佛法係得三班嘅啫，你記住。所以我點解我用佛經去印證佛經個佛講嗱，唔係人講，人可以變出好多嘅，一花都生五葉啦，啱唔啱？嗰啲我哋唔去議論先，因為佢哋嘅心得嚟嘅。但係我哋講，我哋要守護如來嘅正法，守護嘅就係三大綱領、三大課程，學佛三部曲：色世間法、空出世法、世出世間法，就色空圓融、悲智雙運，全部係講三班嘅。咁而家呢個堅毅菩薩嘅呢一紮行為，係咪大菩薩入於一切世間嚟到去化度眾生嘅宗旨嚟嘅？仲要喺當中點樣可以好似如來一樣咁自在？點樣能令菩薩示現如是諸功德事，而畢竟而不會畢竟入於涅槃？唔係真係消失嘅，佢永恆存在嘅咁解。嗱，呢啲問題咧，絕非等閒之輩一般人識問，啱唔啱？咁至於佛點答，我哋留翻下個禮拜。咁下個禮拜咧，我都會再針對呢集問題再講多次，因為喺裏邊咧有好多嘢值得我哋抹低先，然後我哋睇翻啲答案咧，你就會相應翻呢啲問題咧，有個回應。如來回答咧係完全咧係圓滿嘅，仲有咧啲人話作邊個作得到呢啲嘢啊？啱唔啱啊？呢個世間嘅人咧，即係我哋凡夫嘅智慧點都作唔到，呢啲係只有如來先可以講到咁圓滿嘅法門嘅。好啦，我哋一齊起立做個回向。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感恩老師，好，感恩老師。深唔深啊？你覺得？好勁啊！呢本勁。